转世界，我是郑宏仪。嘿，hey, 和你最会来开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宏仪，欢迎收听《给大给的波段转世界》哈、嗯。来啊，先来关心股市，因为今天大跌哈。 啊、呃，今天台北股市重挫了三百一十九点，冠破了一万六千九百点的关卡，今天个收盘是一万六千八百九十三点一六八九三，好、哦，成交量是四千四百八十三亿。今天啊、呃，台积电收五百六十一块，跌了六块钱。 市值缩水了一千五百亿左右，那么现在的市值是十四点五四兆。台积电跌了六块啊，这个影响大盘是四十九点，好、哦，可是大盘是跌了三百一十九点啊。那么今天主要是 AI，也就是人工智慧的族群大幅回档修正。 伟创跌停，伟影跌停，广达跌停，光宝科跌停，哈，现在跌停是十趴。另外，金融、生技、生物科技，哈，玻璃、汽车、观光类股也都同步走弱那。那、呃、啊，这个今天啊、呃，法人的部分自营商卖超一百四十七亿。 投信买超四亿，外资大卖超两百一十三亿，总共三大法人是卖超三百五十五亿。那么 O T C 啊，今天啊也跌，也重挫，重挫了四点八九点，收两百一十五点三七点，成交量是一千零二十亿。 一千零二十亿加上集中市场的四千四百八十三亿，加起来的是五千五百亿了。哈，五千五百亿。那今天外资大卖超两百多亿台币啊！今天重点一点零七角，今天收盘是一块美金可以换三十一点六二五的台币。 台北外汇市场的成交量是十四点九亿的美金，好、哦，后台北股市，啊，AI 总要修正吧？哈、哦，总不可能一直啊往上飙涨，好、哦，但是 AI 的这个产业当然是很看好了，哈、哦，好，那么另外啊，来关心这个洪台哈、哦，呃，台风卡奴。 啊，现在来势汹汹哈、啊，那么现在确定啊，等一下啊，这个气象局就要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应该是五点半了哈，因为过半点钟到五点半。那么，卡努台风啊，暴风圈明天的白天开始就会笼罩到。 东北角的陆地、北海岸、东北角、宝瓜、吉朗、台北、新北区、依然都可能是啊，路上警报警戒的区域。那气象局最新的暴风圈侵袭几率的估计是，基隆市啊会被七级风的暴风圈涵盖的几率高达。 八成啊，基隆市啊、呃，现在这个台风啊，已经增强到中度台风强度的上限，啊，就是讲 Gokil 就变强烈台风了。那么啊、呃，这个台风啊，会在明天、后天啊，这个西部的山区啊，要留意局部的好雨。 中南部地区呢，礼拜四啊，都、就是明天仔到礼拜六也可能会有好雨哦、啊。那么啊、呃，根据中央气象局说啊，中部以北出现会出现明显哦，现在啊，今天已经啊，中部以北出现明显的降雨哈，它都在八斗鲁后啊哈、啊，竹苗雨势也很明显。那苗力啊，已经累计一百。 一十四毫米的降雨，北台湾呢降雨越晚会越明显，当然也是洪台逐渐接近的过程哦。北部正在风雨渐渐的增加，中南部则有间歇性的降雨。明天再加后日洪台熊接近台湾哦，呃，就是礼拜四、礼拜五的台风最接近台湾。 然后呢，台风将减速，然后停留之后，逐渐向北转。啊，米拉仔西南部的风雨会开始增强。啊，拜喜拜哥，哈、哦，北部的降雨时间很长。那北海岸的风雨会最明显。中南部的风雨会持续增强，哦，可能会有大雨或豪雨的情况发生。 那么这个另外呢是很奇怪哈、哦，东半部啊即日起到礼拜五反而是高温少雨，给人一个明仔在华莲跟台东容易有焚风，好、哦、风是修的哈、哦。然后这个台风卡农礼拜六哈、哦、才会向北转，然后远离北部的风雨。 才会趋缓，哦，但是中南波持续会下到礼拜天，哦，啊，今天，啊，今天开始讲奥日，好、啊，就是到礼在礼拜五是年度大潮，西南沿海要流域海水倒灌，哦、啊，会有局部的淹水，然后加上降雨增多，低洼地区。 可能都会淹水哈、哦。你那其其实是红太来，阿那伯，你那看到啊月、这个，这个月牛嘛，好、哦，这个现在的月亮可能是最亮的时候，因为距离啊地球最近哈、哦。好，那么啊，这个卡努台风七级风的暴风半径有两百八十公里啊、哦，还蛮宽广的啦。 那今天晚上，哈、哦，大家可能也当看,看一下啊，这个各县市对于明天要不要停班停课的这个决定啊、哦。桃湾市长张善政公，诶、呃，原则上，哈、哦，停如果如果停班停课的这个决定会跟啊北北基同步作业，好、哦、啊，晚上八点。 可能了、啊、哈，晚上八点会宣布哈。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哦，这个塔多要公牛红台，呃、欸，在今嘛，呃、欸，我们是属于北半球嘛，哈，所以现在是夏夏天。那南半球就是冬天喽、哦，比方说纽西兰、澳洲哈。那同样在南半球的是阿根廷。 阿根廷照理说现在是冬天，可是昨天的阿根廷哦，竟然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啊，飙破了摄氏三十度，热，创下阿根廷一百一十七年以来最热的八月份的记录。哦，诶，阿格布宜诺斯艾利斯涨起三十点一度。 比冰常时个给我度啊！一共啊，这个最热的是阿根廷北部有一个叫萨尔塔省，那么气温竟然高到摄氏三十七点二度，三十七点二度。一共啊，阿根廷啊出现了非常温暖的天气，比同期啊往年同期的温度要高十到。 十五度，行西南哦，十到十五度好、哦，未来这几天都会是三十度的高温。冬天呢？好，那啊、呃，因为洪台未来啊，可能啊一路好雨，所以呢啊、呃，这个金节郎恰听你啊、呃，这个淡水河河边、基隆河河边好，一、哦、记哦。台北市政务工，因为刚刚好。 啊、呃，这个年度天文大潮，所以河位、河川的水位会明显上涨。所以呢，啊、呃，全台北市的这个疏散的那些门呐、啊，呃，下午四点实施只出不进，你吃一单亏出来，你别当工具币啊。好、哦，暗时八点开始脱掉，你哪不去亏进来？那脱掉。好、哦，晚上十点就会关闭疏散门。 好、哦，会记诶，车若停一遐较紧去开出来，啊，若无你叫淹水啊！啊，另外就是啊，这个财政部赋税署给那个公布五月至六月诶统一发票中奖清册，其中上届好运的,的是一个新竹湖口明德街的来尔富，吼、哦，有一个朋友啊，干那去传真啊，开十五箍。 够多丢一千万、哦，这个叫做特别奖一千万，哦、那两百万叫做特奖，好、哦，呃，这边的伙伴别卖了二九二六八八八六，哦、26, 86, 诶，别忘了、哦，特别奖这一次特别奖开出二十一张，二十一张，好、哦，我就是讲。 诶、哎，千万富翁总共有二十一个，哦，这样子就就有两亿多了哦，另外啊、呃，特奖是两百万，也开出了十六张哦，十六张哦，你可能是千万富翁哦，也可能是两百万富翁哦，哦那因为经纪人已经冇得对国对发票啊，这不加可惜，每一期啊，拢有几啊个无经验。 我想与龙博对发票，哈，好，那另外是网红啊、呃，有一个网红叫小红老师，他啊、呃，这个去台北地检署啊啊、呃、控告诶、呃、艺人 NONO 啊、呃，说他强制性交未遂，去提告他，而且递交超过二十五个被害人提供的犯案内容。 检察官啊、呃，针对强制性交、强制性交未遂，还有性侵未成年少女，还有强制猥亵，还有性骚扰，总共五大罪来侦办、啊、在今天啊，传唤了 No No 说明，在复讯以后啊，检察官啊，哎、呃，用五十万啊这个交保候传。 Oh, NoNo 五十万交保。那根据啊小红老师的提告，受害人不止他一个。一共二十年来，NoNo 不断的对各种女性下手，最小的才十五岁。他收集了二十五个被害人的讯息，把他一并交给检察官。而在他出面提告以后，发现受害者不仅二十五个，已经。 至少有三十个。那小红老师也对四个网友提告啊，因为有些网友的留言涉及诽谤、恐吓啊，甚至于私讯挑明他说：“你敢告 NONO no 哥，就有人敢处理你。”这使得小红老师啊，透过脸书发布不自杀声明啊，并且到警察局去。 报案，好，好，那啊、呃，我们的这个国家啊、呃，有一个事情啊啊、呃，还蛮重要的，就是啊、呃，即将出任环境部第一任部长的薛富盛啊、呃，他是啊、呃、前现在的中兴大学校长，那、呃、昨天交接了啊、呃，他当了八年中兴大学的校长，薛富盛啊啊、呃、说。 八月七号，碳权交易所将在高雄市揭牌。好、哦，台湾有碳权交易所。八月七号，给那个啊是八月二号啊，我刚、哦、凹。他说，碳权跟碳汇啊，汇就是外汇存底的汇哈、啊，是非常重要的议题。他说，欧盟规定。 今年十月开始，输入欧洲的台湾的六项产品，必须提出碳足迹报告。啊、哦，这很重要，就是你做成这个产品，那么你是用什么电啊、哦？碳足迹。那么他说，二零二六年开始课征碳税，啊、哦，今年是二零二三三零幺，我们就要课征碳税了。那目前。 很多的产业都在因应准备中，环境部跟会跟大学密切合作，包括净零排放、循环经济、资源再利用，都要结合大学的能量跟产业来做联连结啊啊，也要适度的松绑法规啊，这个是世界的趋势，那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啊、好，好那。 另外呢是这个啊、呃、总统大选的新闻啊、哦，今天啊、呃、有民调又做出了民调哈、哦。那首先是跟大家讲的是啊、呃、副总统赖清德将出任总统特使出访巴拉圭，而且要过境美国啊、哦。那总统府今天开记者会公布了行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好，那么。 啊、呃，这个刚刚讲到啊，赖清德哦、啊，副总统他过境美国。那么，总统府啊，今天开记者会公布了行程，诶，访问团呢、啊、会在下个礼拜六启程啊，就是八月十二号。那八月十七号回到台湾，全程七天六月六夜啊。副这个赖副总统会过境纽约跟旧金山啊。那。 因为啊、呃，这个事情啊，啊、呃，有人去放消息啊、呃，炒作说啊、呃，赖清德啊、呃，这个过境的时候争取啊、呃，要过境美国的首都华府。那这个啊、呃，总统府啊，今天啊、呃，说啊、呃，这个行程并没有包括。 这个华盛顿啊、哦，那么去是过境纽约跟旧金山，啊，去是过境纽约，回来是过境旧金山啊、哦。那么民进党的立委林楚英啊，批评说，原来啊，诶，在乱放消息的是谁呢？是国民党驻美国的副代表，叫做秦日新，啊、哦。然后他说，这个秦日新啊，黑历史。 劣迹斑斑，国民党用人到底用什么标准啊？哦、林楚英在脸书贴出了监察院一百零二年九月三号的新闻稿，他说：美国华府不断的有传闻说啊、呃，这个赖清德正在争取过境华府，求证很多华府智库的人人士原来啊。哦 是国民党驻美副代表秦日新在美国乱放消息。林主任说，他来帮大家回顾这位劣迹斑斑的前外交官秦日新。好、哦，秦日新在二零零五年担任驻纽西兰代表的时候，用公款采购红酒，之后只是部署伪造不实的单据。 捏造参叙名义核销，在二零一三年被以伪造文书罪判刑。二零一一年，他担任驻斐济代表的时候，又传出因为太太跟女儿并没有随行到斐济赴任，可是呢，他竟然还申请眷属补助费。 然后再来，是因为跟日本驻斐济女外交官涉及不伦恋，以公费宴请、买珍珠项链示爱，被外交部停职，并且被监察院弹劾。他说：“林楚英说，国民党放任秦志新这种贪污、渎职、伪造文书、数刑不良。” 还曾因不伦店外交丑闻让台湾蒙羞的人，在美国造谣不实的消息，诋毁国家的颜守，破坏台湾的外交形象。他要问侯友谊啊、哦，你没有外交能力，也不要用这种奥波搞破坏吧？诶国国民党今天发出声明，说严正驳斥，并且谴责匿名放话操作舆论的做法。 好，那呃，这个刚刚我有跟大家报告，就是啊，今天的民调啊，根据 ETtoday 民调云公布最新的民调，呃，纳西沙卡都哦，赖清德是三十五点六，柯文哲二十八点八，那侯友谊是二十四点三，哦。 那么这个是啊，柯文哲输赖清德六点八，侯友谊输赖清德十一趴啊。那如那是西卡都啊、哦，这个啊赖清德三十三点四，柯文哲二十一点六，侯友谊二十一，然后郭台铭十六点四，诶。 我拿安尼个算起来然后因为这个面条我讲起来我是无啥信啦，好、哦，是安怎讲无啥信呢？好、哦，因为啊、呃，如果是三卡都，那么啊，赖、呃、清德三十五点六，侯友谊加柯文哲加起来就五十三点一，三十五点六比五十三点一，你觉得蓝绿有差这么多吗？好、哦，第一。 如果是西卡都、哦，那差距更大。好、哦，共、欸，侯友谊加柯文哲加郭台铭加起来是五十九，而赖清德只有三十三点四，你觉得会差那么多吗？所以我不相信，好、哦，我不相信。好，那，呃，可是讲到民调啊、呃，朱立伦啊，好、哦，说这个其实啊。 呃，侯友谊的民调已经追上来了。好、哦，根据啊这个国民党内部的民调，好、哦，现在啊这个两个人啊，侯友谊已经超越了柯文哲，啊，跟赖清德差距变很小了。那么，国民党的前立委叫邱毅，他说啊，这是为了阻止跳船潮啦，朱立伦才撒下这个大谎。 他想安定军心，哦，义工说那是真的，哦，侯友已经变老二了，那是惊人的大消息呀、啊。那问题是民调在哪里呀、啊？什么时候做的啊？是自己智库做的吗？还是委托外面民调公司做的呢？是哪一家公司呢？哦，样本有多少呢？朱立伦都没有说明，哦，所以一共啊，没人会相信这款民调啦。 哦，他说：“你看朱立伦眼神闪烁，接着是一就心虚啦。哦，目的是什么？阻止跳船潮啦，才会撒这种大谎啦。哦，要让郭台铭打消参选啦。一共，即使郭台铭不选，柯文哲还是领先啦、啊。哦，对国民党不满的郭粉、韩粉也不可能去支持侯友谊啦。哦，一共啊，五一七。” 啊、哦，朱立伦征召和友谊，当时在中传会所宣称的民调，啊、哦，说叫做党中央内参民调。他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做的，啊、哦，是谁做的，是什么公司做的，用什么方法做的，样本有多大，完全一无所知，连国民党智库都不知道有这样的民调。啊、哦，他说这种天外飞来的神秘民调。 却成为征召侯友谊的依据，难怪郭台铭不服，认为被朱立伦啊跟侯友谊设局诈骗啊、哦，才引发了郭台铭的诚信争议。好、哦，好，那啊、呃，这个所谓的跳船潮是什么呢？啊、哦，所谓的跳船潮啊，就是这个啊脏话。呃 国民党籍的议长谢点林啊、哦、退党，那这个退党啊、呃，现在南投国民党的南投议长也已经退党了，好、哦，叫做侯胜峰。那么啊、呃，台北市议员李明贤说啊，他说国民党前秘书长李乾龙透露，接下来恐怕有九位正副议长可能退党，好、哦。 那这个，而且外传，韩国瑜向朱立伦建言，你要有备案呐、啊，哦，那么啊、呃，朱立伦说这是在制造恐慌，这是谣言，杰龙搞运动给你供哎啊，哦，那李乾隆啊说啊没那么多人呐、啊，哦，确实有两三位蠢蠢欲动，哦，但是讲的，人家李明贤讲的是可能有九位。 正副议长，哦，正议长跟副议长，哈、哦，那啊、呃，李乾隆、裴平、介琅啊，哦，在国民党危急的时刻，趁火打劫，左右摇摆，在地方有实力的人还作怪，哦，所以呢，他跟王金平碰面，他向王金平建议，国民党需要团结，哦，一定要有够分量、够分量的人登高一呼。 出面协调，可是王金平的回应是：我们静观其变。好、哦，王金平很简单吗？你叫一出来，一得出来吗？好、哦，而且这个好像过去哈、哦，侯友谊跟王金平也没有打过什么招呼嘛。那尹金嘛，公吴克灵也失业呢。好、哦，退退出国民党的包瓜。 啊、呃，挺郭台铭立场坚定的金门县议长洪云典，还有屏东县议长周典论，哎、欸，奇怪，怎么都有典啊？哦，洪云典、周典论，然后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嚯、哦，都是典。嘞、哦，嚯，典范的典。哎，这个。 啊、呃，另外呢，来以他的话讲，叫叫做选总统哈。诶、哦，啊、欸，赖、呃、清德啊，今年哈，赖、哦、清德的两个公子都很优秀哈、哦。这個、是成大电机系毕业啊，去美国，好、哦，假头罗啊、呃，这个现在啊，啊、呃，在深造以后，在那边啊、呃，生了小孩。 然后小儿子呢，啊、呃，好像是也是伯克莱毕业。他说两个儿子啊，他说虽然都在美国读书，但学成之后都会回来台湾。哦，他说现在小儿子已经回来了，大儿子之后也会。哦，他说台湾是因为家乡，因为愿意选择回来，为家乡尽一份心力。哦。 啊，期以期许伊两个囡仔，哈，拢会当青出于蓝，更胜自己哦。因为有人咧讲啥，讲啊赖清德是美国人诶阿公，哦，那么诶、欸、民进党啊，这个兵执政兵兄战危，哦，青年上战场，啊，所以把人囡仔西灭掉。那现在赖清德说了，他们学成后都会回来。 小儿子已经回来了、哦、另外是啊、呃，本来五月啊，好、呃、友谊的讲公七月份他会提出能源政策白白皮书。可是今年已经八月七日啊，哈、哦，拢无看到啊。大家讲啊，你是不是跳票？好友今跟人讲啊啊，潘石，我都因为感冒哦，过去日本访问哦，过红太。 所以呢，有所延后，哦、啊，已经嘛定八月七号，要在啊召开能源记者会。后那啊、呃，这个讲到总统大选，哦、我感嘛真趣味就是啊、呃，这个啊，《自由时报》啊，用社论写，瞎公想。 瞎讲奇怪呢？这郭台铭啊，哦，看起来民调不太理想呢，哦，但是乐此不疲。到底，哦，项庄舞剑意在什么？现在看起来他要独立参选，是看起来是可能的。哦，阿拉波多是啥？波多是最后会和柯文哲合作，哦，但是和柯文哲合作，郭柯配，但是郭的民调这么低，哦。 那一个柯文哲公啊，先让大哥做四年吧，这强人所难。好、哦，啊那是啊、呃、这个侯友谊，哦，郭台铭来算侯友谊就更难选了。那国民党的立委席次就会缩水。哦，你看郭台铭动作频频啊，哦，只是要戴国旗帽，只是要穿迷彩装，只是要去拜访这个呢啊地方人士。哦。 虽千万人无往矣，好、哦，但是这个人啊，伊讲民主变成做崩家，哦，伊嘛，伊嘛无爱议会监督，无爱甲美国买武器，哦，伊讲啊，四年前伊家己讲年轻气盛一时冲动，但是看起来郭台铭性地无改啦，哦，啊怪就怪向怪吴敦义、朱立伦私心自用，好，哦，郭台铭啊，甲国民党。 动作那造卡嘞，好、哦、来去自如。那所以啊，你就希伯嘛，你讲讲啊，这个郭台铭到底哈，伊、哦、的动机甲目的是何在呢？令人纳闷。因为看起来他的民调不高啊，好啊边啊，现在派国民党派黑啦，小鸡啦，吼、哦，对调调，大部分拢是为着郭台铭的钱啦。 哦，啊，所以国民党的算不调，哦，这些贵族男呐、啊，哦，都会斗呢，哦，二零二四哪个输？哦，这个国民党的裂解将史无前例，哦，一顶派黑，哦，日头赤洋洋，虽然过性命，哦，那么他们会另觅结盟的对象，好、哦，好，那啊，今、呃、麦。 柯文哲都是郭台铭的杠杆、哦、这个熊后啊熊盖这边从中获益最多的熊后康呢，都是柯文哲，他得到了壮大的机会。一旦公也是草船借箭啊、哦，当然了、啊，这个啊都还在发展当中哈、哦。我看今日啊连啊中国时报连啊报弄了些论。 好，都都为蓝营啊，很多的怨言。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后来啊、呃，关心详细呢，哈、哦，他都要公告点半啊。中央气象局会公布啊，这个卡农的陆上台风警报哈、哦。那刚刚已经发布了，呃、欸，这个警戒的范围哈，是包括基隆、新北市还有宜兰。那台北嘞，台北区嘞，哈、哦。 在八七可能也再晚一点也会公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扣能七晚上八点半还是十一点半哈。那目前是中度台风上线，暴风半径两百八十公里啊、呃，今马哈，诶、呃，离啊台北的东北东四百八十公里的海面上，好，那么暴风圈今天今天晚上。 就会影响到台北的近海，好,好，后那诶，这个给那个电台不会下论啊，好，是如有小社论哈，如有朱立伦何须尖小刀？好，林美朱立伦呐，好，就是讲诶，这个金补充啊，经纪人林美啊，美工以刀口向内破坏团结，要求换军师啊，岂料。 彰化县立长谢点林更选在侯友谊赴日前夕宣布退党，令其难堪，时机非常刻意。谢点林趁乱捅自己人，这个很劲啊，金小刀哪比得上啊？可是侯侯友谊去邀金普中当军师，这是你朱立伦的慷魁，你的责任啊！啊，但是朱立伦对地方派系。 挺郭台铭袖手旁观，党纪若有似无，还让扮黑脸的金普中变成众人的箭靶，真是失职至极啊！失职啊！哦，一共朱立伦啊，做事郭台铭挖墙脚，让选民直击国民党沦为金主与地方派系的玩物，而不失长势。 这对国民党形象伤害很深，连党都治不了，如何治国？南言毫无主体性与纪律，支持者看在眼里，恐怕政党票都投不下去了。以公资台的日本学者小笠原新幸说：“如果没有金浦中整顿阵营，国民国民党可能已经分崩离析了。”此言不假。 旁观者尚且洞悉，蓝营无主，就蓝营没有主人啦、啊。朱立伦还要装作事不关己吗？若换作是朱立伦自己选总统，他会容许地方派系凿船破仓，逼得党内小鸡跳船吗？朱主席若有担当，哪轮到金小刀出出鞘啊？哦，艺术立美朱立伦啊，没担当啦、啊。 不事不关己啦，摸猪郎啦，啊、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朱立伦啊是在在卡这个侯友谊吗？啊、哦，再看今天的《中国时报》社论，标题叫《郭台铭究竟图什么啊》哦？好，龚仪安的动作频频，好、哦，这个不惜撒钱买政治人物来靠拢。 啊、哦，然后买媒买媒体来曝光，哦，一摆出一副要参选到底的姿态，但是一个不搏动算的机会啊，哦哦，国民党跟郭台铭现在可以说两个字叫决裂，但是郭台铭到底在想什么，意图是什么啊？啊，他是不是在还在等谁来谈退选的条件啊？哦，这个他说啊，他们。 真的是搞不懂、哦、好，那另外就是啊，这个今天我看陈其迈高雄市长也很生气啊、哦。为什么呢？啊，因为啊，郭明栋啊，这个说啊，前瞻预算后绿驳蓝呐啊,啊，这个啊，给绿营卡多钱，给蓝营拢足少高雄市长陈其迈啊，啊，而且还骂陈其迈是妈宝。 陈其迈今天都点名侯友谊啊、哦，你支不支持前阵渔港改建？不要让你的发言人来抹黑高雄。陈其迈攻，他很少见啊，接受连媒体的联访，一攻。经郭永奇利用因为韩国语团队提出前阵渔港的整建计划，希望中央补助经费。前阵渔港是专带湾、熊大远洋渔港。 迄阵的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应该做更大规模的改善跟提升。伊讲当时的市治是韩国瑜，市政府是国民党主政，中央是民进党，大家合力来促成。那到选举的时阵，都怎样了呢？哦，陈其迈讲，迄阵伊做行政院副院长，哦。 那么他们苏金雄感款认为，前瞻已经改建对台湾、对国营这最重要。五十年啊，这乙港破旧不堪了啊！乙、哦、公，那侯友谊，你现在支不支持呢？好、哦，不要人在回避，人在日本回避这个问题，派发言人出来公然供。好、哦，那么啊、呃，这个陈其迈还说，大台北都会区轨道建设好。哦 诶，中央啊，用公务预算、用特别预算，播走大台北都会区轨道建设六千七百亿。前瞻预算在结应的部分，桃园是一千四百亿，新北是一千两百亿，台中一千两百亿，高雄一千亿，哪来的厚绿薄蓝呢？啊、哦，啊，南波即嘛几起直追，城市建设几起直追，就讲南波提卡济。 这是三米斗笠，哦，唔通卖用天龙国的眼光啊，批评南部县市啦、啊，哦，伊讲伊提公文给大家看，一百零八年登革热，韩国瑜啊，迄阵要求机管署补助五千三百万，我刚中央都甲钱下落呀、哦，所以中央地方通力合作。 地方有需需求，中央就去协助。即嘛是去配什么取暖啊？哦，这个今日啦，议员国用议员邱俊宪公，好、哦，前瞻渔港开前瞻预算备宰一亿，好、哦，柯文哲改建第一国台北第一国菜市场开百五亿，敢有人去讲安尼无应该？ 敢有人咧讲厚此薄彼，哦，大家嘛感觉讲这是好代志，是安那讲做高雄就这样子的歧视呢？哦，好，那么啊、呃，这个我看啊、呃，国民党啊，甲柯文哲认命前瞻前阵渔港的医生，我看国民党要选高雄立委的，无人敢出来讲话呢，吼、哦。 好，那呃，讲到选举啊，今码因为啊、呃，这里、个、屏东哈屏、哦、东南区的立委徐展为退选，哦，民进党真西望啊、呃、庄瑞雄出来应战，哦，庄瑞雄，好、哦，好，那我很意外的就是柯文哲赞美你台南，哦，做事。 近年，民进党籍的台南市前副市长严纯严纯左、前台南县医师工会理事长严存明兄弟都与会啊！哦，这真的是太意外了。诶，迄阵副市长啊、呃、是罗庆德栽培干不事呢？哦，好，那么啊、呃，另外是啊、呃，北京啊，好、呃。 啊，北京、天津跟河北，啊，也就是京津冀，啊，严重的水灾，啊，中共受灾有六十万人，啊，疏散超过一百万人，那么二十个人死亡，十九个人失踪，啊，呃，针对这样的灾害，啊，我们的小英总统啊，表达了关心与慰问，啊。 这个总统府发言人林玉婵转达了小英的关心与慰问。好，希望啊，因赶快脱离洪灾，恢复正常的生活。好，那这个是个善意啊，我觉得是有必要，因为啊，这个人道啊，超越政治了。哈，那讲到中国哈、啊，这个我们不容易啊。这个男篮,篮在成都的四大运哈、啊、小组的预赛让。 竟然九十七比八十四，扳倒地主队中国队，哦。诶，这个中国啊，有五个身高超过两百公分的长人，啊、哦，是中国直直篮的联，有一些人是中国直篮联赛的主力，也就是 CBA，啊、哦，想不到这个被台湾打败，啊、哦，所以没有什么不可能啦，难爱有决心，哈、哦。 好，那呃，另外呢是这个美国的德州啊、哦、的这个啊，对不起，不是德州，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叫德桑提斯啊、哦，他要要参加美国共和党总统的初选啊、哦，一共啊，他如果当上总统，他将设法阻止中国入侵台湾。他说一定要让中国知道，你侵台弊大于利。 中国就不会发动攻击，而且他说他当总统将取消美国二十三年来给予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啊，把关键矿产的开采从中国转移到美国，然后大幅限制两国的经济联系，夺回经济的控制权，啊，那这个他说，诶美。 这个中国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头号威胁。好，那所以大家都比强硬啊、哦！你看这时候啊、呃，这个对台的友善跟对中国的强硬就出来了。不过德桑提斯的啊机会不是那么大，因为现在的民调看起来啊、哦，川普啊远远遥遥领先德桑提斯啊、哦，好像是五十几比十几啦、哦 赢了三十九个百分点啊，五十四比十七啊，三十七个百分点哈，好，所以川普有可能是下一任的总统啊，不是不可能哈。那么呃，另外呢，我们要看到这个都跟台湾有关系了哈，就是说欧盟的主席执委会的主席叫做范德莱恩，他三是一位 lady 哈，他在七月三十一号一连访问菲律宾两天啊，那么日经亚洲的报道就是说。 范德莱恩呢是啊，欧、啊、盟的领袖，六十年来第一次访问菲律宾啊？为什么？因为第一，啊、哦，就是表达啊，这个中国在台海等地的军力行为已经已经对区域造成影响，这会波及全球啊。他、哦、不容许非法动武的行为，不不止在乌克兰，在印太地区也是。 其实这拢是你对中国讲，讲这个贺主啊、哦。那菲律宾对台湾来讲很重要啊。啊、哦、啊、呃呃，这个另外是意大利的国王部长说，意大利当时啊啊四、哦、年前决定加入中国“一带一路”，那个是仓促的，而且是糟糕的决定啊、哦，对意大利啊没有好处。好喽。 所以很可能今天最新的消息是，意大利决定啊停止加入“一带一路”，但是可能会跟中国签贸易协议。哈、哦，好，那啊、呃，因为 G7 呢、啊、只有意大利加入，美国劝阻意大利要退出。哈、哦，还有一个国家哈、哦，这个国家也老实讲很勇敢，它是冰岛。冰岛在昨天暂停了。 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运作，啊，这是澳俄乌战争之后第一个采取这个行动的国家。冰岛说，因为啊，商务、文化、政治关系已降至历史的低点，好，但我们没有跟你断交哦。结果，俄罗斯今天啊说，冰岛这样，俄国一定会有反应，好，那什么反应呢？大家的猜测是，他会经济制裁。 那呃，而且呢，冰岛也要求俄国驻冰岛的大使馆缩减外交活动。好、哦，呃，冰岛驻莫斯科大使馆呢、啊，在一九四四年设立到现在了，想不到现在把它停掉。好、哦，那为什么我说冰岛啊、呃，这个很勇敢？因为冰岛的面积不大，哦、人口不不到四十万呐，天啊，不到四十万呢、啊。 哦，大概是连一个伊朗的人口都不到啊。那冰岛没有军队啊，哦，他在冷战的时候跟美国签订条约，让美军啊进驻冰岛提供保护。那现在啊，你看冰岛啦，啊，芬兰啦，啊、哦、芬兰现在啊这个支持加入北约啊、哦，已经到七成六，以前只有一点点，以前只有不两只有两成多，啊、哦、因为俄乌战争。 你看，另外瑞典现在呢也已经成为北约重要的合作对象啊、哦。那芬兰跟北约跟瑞典最后都会加入北约，变成集体防御保障啊、哦。这也就是为什么啊，这个俄罗斯啊啊，普京啊，这个真的是失败。那这个事情，他们反而倒向美国嘛，倒向北约。这个事情就会让中国。 啊，这个重新思考。那如果他真的出兵台湾，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呢？好、哦，刚想打开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